我觉得在这种歌 一首歌当中串联这么多模仿的，康康以前很厉害，后来欧弟也很厉害，但是我目前看好像他最强哎，他最强对不对？真的，他又稳神韵又抓得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表演者今天不是来拿奖金的，他今天来下战帖的，目标新龙大哥。对准你来的哦，他是头发也是光头吗？而且他说目标是你或者加上大家，大家我们也是一起组上大家哦，那么嚣张啊！哎，你说他嚣张也可以，说他有能力也可以，到底谁来 PK 呢？请出场。哎呦，并彩彩的，哎呦，人生。你在考啊，你长得好衰哦，要打八字没有？出来就输一半了。哇，你眉好倒哦。等一下，我乃是张国荣啊所饰演的应采臣。哦，应采臣的朋友阿彪。哦，我是从下面上来的。不是从上面下来的，下面上来的，因为我刚刚从下面上来，我带了很多人的魂魄。哎呦，今天做 combo 啦，做 combo 啦。那当然是这些魂魄上我的身，可能会唱歌，可能会讲话，哦，可能会出名牌，你会出名牌，对对对，讲什么不知道，讲什么都不知道，都很难预测，就对了。我跟你先讲哦。你可以上身，新龙大哥跟你一样哦。新龙大哥，赶快来啦，赶快上身啦，真的。没有，等一下，他先来，先来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安排这首歌曲，你是我的眼，萧煌奇先上身。好，萧煌奇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萧煌奇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耶。随时来哦！如果我们看得见，好像哦，好像哦，就能真切的在人心上牵住你的手。郑敬一，海姐呢？哈哈，哎呀，海姐，我动作快板哈，到处遨游，就能惊喜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的奇幻就像舞蹈。啊，谢谢哈。周杰伦，周杰伦，周杰伦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周杰伦啊。眼前的黑不是黑啊，眼前的白不是白啊，赶快去看电影《赤灵赤八》，谢谢。没有叫宋少卿哦。你是我的眼，爱如莲。
世界的变幻，你是我的眼。王杰。记忆的人间，你是我。好快哦。世界的变幻。Billy。你是我的眼。赶快按下去，谢谢。吴宗宪，冬天的变化，真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。你是我的张学友，在我领略四季的变幻。你是我的眼。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胡志强，是我的眼啊，领略四季的变幻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谢谢大家，欢迎宝，的变幻，你是我。穿越拥挤的人潮，胡志强，哈哈，你是我的太阳，我相信啊，新的一年啊，我们钻石夜总会至少在台中地区会破100亿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演员，你我领略四季的变化。穿越拥挤的人潮，阿杰达，上身上身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五百，五百。记得要多久？哎呀，你聊不了久。像要我啦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看看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我的好朋友又来菜头大哥，谢谢，菜头大哥们，大伯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六郎啊，太有相了，谢谢，张宇。新龙大哥，我觉得在这种歌一首歌当中串联这么多模仿的，康康以前很厉害，后来欧弟也很厉害，但是我目前看好像他最强，哎，他最强对不对？真的，他又稳神韵又抓得准，对不对？对，唱腔也可以。最早表演的是杨凡大哥，费玉清，费玉清对，在秀场的时候开始模仿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阿彪真的很厉害。